那小子不可爱，实锤年刊为您报道故事小顾总的活动动向。近期不帅狗仔娱乐公司跟踪发现，故事小顾总经常和一年轻貌美女子共同出游，两人形态亲密，疑似恋爱中。狗仔娱乐分别向两位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证，均保持沉默。狗仔娱乐分别致电两位当事人，均被挂断。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。狗仔娱乐无论寒冬酷暑，一蹲夜守，搜罗大量证据，这一段隐秘的恋情实锤无疑了。八十实锤年刊为您实锤报道，我们下年见。